如果我第一投兩鋪係野打得卡嘅零反應，開盾又收盾，我 carry 我 carry 冇所謂，都冇啊 ，group 誒 auto carry。我唔走啊！我要佛反啊！我走咪冇佛反，我 dash 头佢即刻放我。咁啊 ，Jam 啊 ，Jam 啊，今次系拣 Mario， 系唔系用唔系用冬田？冬田都唔好正常嘅，咁大个血波，系真系唔打。快快收到西斯维一个头，用波冲。快啲都要冲。咁我吓，呢个都系佢嘅。Cash 劲嘅，佢嘥 B 都好有用。即系比较好嘅，我话跳 off 咁样。如果 Mario 的 space 嘅話，淨係得 Perry 咯，真係。O K， 我得明。係。係點？哇！佢用曬 B 嚟抖一抖空先，哇！邊？我覺得 Mario 咧，佢走啲 advantage 太過輸咯，應該要打到嗰度打到佢就。其實 Mario landing 都唔太勁。冇啊 ，Perry 呢下 Perry 都彈到，真係好唔識。即系飞去边边？唔知道我记得头先 Yuki 嗰两次点死啦？一次系一次系 Erloy， 一次系 Low 都同 Match。咁所以咧，即系代表咧 ，German 诶好擅长捉你个 defense。如果你对佢咬底嘅话咧，揿一揿个 defense 嘅话，你就爆炸。好，哇！直接选择出去飞啊！都想嗱一声收佢，不过中咗飞都翻到嚟。都是用 drop double jump， 咁對西斯嚟講咧，呢一個 option 應該比較穩定。痛啊！七十六啊，咁就佢 reflect 咗之後勁大力，兩個 near 撞埋 dash attack， 撩多兩下。但係咧 ，Jammer 似乎係唔識咧，就係咧。佢係 Mario 咧，佢 landing 太過輸，好難。我覺得西斯維佢抱一頭一定有個。而且佢既然都唔夠 fireball， 佢應該要向前跑喺 Mario 嘅腳底，因為 up air 係 up till up air， 即係佢冇氣判定，點都會打贏 Mario。係啦，因為佢一嚟佢有個 destroy 啦，而且 Mario 個火球係45度角啊嘛，所以你行你喺腳底就好 safe 咯，真係。邊腳底？咁兩下 keep 少少玩嘅情況，我覺得。不過唔要啦，佢揸住成個 stop 呢，佢話打法就係咁啦。左定右冇事。A flash， 哦，差少少啊，佢 DI 唔啱嘅系，我 roll，the roll， 哇，差少少，哇，冇咗两个，唔紧要，佢 momentum 仲喺度，系上升 momentum， 系十，靓啊，我笑啊，哦，最快嘅 active frame 六 frame 嘅 down flash 成功收到。最尾个头，始终佢哋第一 game， 阿 Jam 啊，第一个 shot 攞得快，成个节奏，咁就阿 Yuki 攞唔翻佢嘅优势。第二场都系 small battle 嘅。咦，竟然 Ness 翻翻嚟啦！原来啲 Ness 又多一位 Ness 唔翻。啊，头先选手思维都唔差太远，因为佢啲 defensive option 俾人打爆咗，咁呢个系即系唔同角色嘅问题啦，个人明白。咁然之后就系西思维佢头先佢打 advantage 得唔够好咯，即系 edge guard landing 嘅机会咧，佢都放弃咗。嗱，呢个靓 PK fire。我位置，我头先个位喺 S 廿五。佢 down four 呢个其实 Ness 有少少难 combo 嘅。佢 PA Thunder 直接走入，唔知点解佢唔用完嘅呢下，呢下用。不过佢 hold 住要等啲揿 S， 可能唔记得咗。哇哇哇 ！OK PA Fire 作住。是冇 full combo 啊！咁撞 Ness 两个 fair， 唔系两个 fair 再唔系两个 up air 再加 fair，
唔送。我右边个右边 add 多卡。不过可惜喺右边啊，仲要沙 shot。喂喂，啱啱撞到佢 magnet。其实我都觉得咧，呢、這个 matchup 咧，佢用 Nesta 咧系好啲嘅，因为 Nesta 佢个近距离判定咧系同 Mario 相比咧系有得抗衡，甚至可能更重劲啲添。佢啲始终 Nesta 始终武器判定，嗰啲都半武器判定系。即系其实两好，即系而家领先紧 full shot 嘅。哇、哎，冷静，啱啱好唔中啊、那个 timing， 个 death flow 咧就系冇事嘅系。其实当瑶瑶坐满之后咧，佢个 hit box 就会 hit box 会唔好 air dodge 加佢。two frame 呢个 easy two frame， 再喷水呢、這个位置要撞第二下嘅。哇、哦！佢、哦、落咗嚟反而自炒咗。然之后 Mario 仲而家 Nash 仲可以顺利做 B 喎，佢个 fit 差。佢个角度帮佢调整埋。幾單嘢接 up air， 不過佢撳到掣 up air 撳到出嚟，撞埋咗。啊！跳頂頂埋嘅，我又撞埋咗 near， 冇跳架。你浮空咗，咁就啲超恐怖。屌佢 ，OK， 好似 fat chase 都冇事嘅係。頭先嗰下咧 ，Mario 冇跳嘅時候咧，佢就淨係得一個 option 嘅 ，up B to the left 啫。佢其實可以考慮 two frame。Fair， 冇錯。考慮 two frame 或者甚至又係直接 add 翻。Funda 嗰啲都得嘅。但系我真系慢喎，佢用咗几次，唔系太成功啊！哇，争啲又难晒，系我错啲，系一个靓数字啊！咁就系而家 Mario 咧都揸住一百，都而家身上都已经111% 噶啦。咁其实 Nest 都系只需要做得少少嘢，攞多一个 opening share free 嘅 Nair 啊 ，Raw Nair Backer 嗰啲都已经够晒噶啦。咁但系至于 Mario 嗰边咧，佢就需要一个好大嘅 H 界，好似呢个咁，冇呢件事冇发生到，好危险啊！啲水噴到佢就直接拜拜，或者佢而家需要一個 add or treat， 可能好似呢個咁、哦，慢咗少少啱。哇、哦，爭啲，爭啲俾人一套打爆。再嚟嗰邊，哦，冇得玩呢套啦。唔想 focus flash。哇！呢下我其實呢下 Yuki 絕對可以輸。佢要醒咯，佢要知道佢個 spot 多10位係一個問題。今次贏絕對係佢好彩，爭啲俾人翻嘅，爭啲俾人。而喺 Game 3咧，就係、是、由 Yuki 揀角色咧，佢就梗係會拿翻 Nest 嘅。咁然之後咧 ，Jammer 就好自然咁，好自然咁攞只 Donkey Kong 出嚟。DK 你有 Nest 手搶啊嘛 ，DK 中搶，有無敵添。即係如果 Nest 係半把劍嘅話咧 ，DK 就一把劍，1.5把劍，1.5把劍，有無敵嘅。繼續聽，哇 Jab。然後 DK 咧，其實更加配合同 Jammer 個打法咧，其實非常之似。因為佢我都係中意，跟住近距離嘅猜打啲，跟住一直撳重嘅角色同你猜打啲嘅話，好悶。哇！捉 landing， 捉 landing， 點乜地啊？一個加埋出嚟放，爆炸！一個爭分，捉埋 landing， 冇諗過。Yuki 真係唔擅長好啲 pressure， 真係會。雖然比賽係我都可能會中，但係呢啲位一交 air loss 就真係分開。好啦，鬥錯掣 ，OK 冇事，但係都唔係幾好慘，個 percentage 唔太高啊。咁樣難甩光頭，個心態可能要。哇！直接趕走咗佢先啊！哇！不過角度調整有少少差，錯掣咧就叮當佢，但係咁都過曬啦，就冇咩。個 percentage 唔啱。幾up tilt？阿 Jammer 淨係食咗54%，非常之辛苦，對住啲重量級。呢個 late dash attack 係唔好彩，好唔好彩捉接唔到任何嘢。係。O.K. 碌咗佢背脊，不過冇嘢 connect 到，只係一個單挑。你嗰下佢用嗰個位 back 嘅人嗰個方向，哇！捉埋 landing， 嚟一個 air dodge。我每次見到佢 air dodge 咧，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捉你捉幾多 ？Mario， 佢個人嚟，咩角色都有。兩個 back air Mario， 誒，哇哇哇哇哇，手指，跌落。咁啊 ，Jammer 成功又入到 top 12啦。